Cagliela, cagliela, cagliela. Cagliela, cagliela.很棒啊，帮我打了个闪。Q 闪 W， 对吧？电器。哦，后面还是塔杀的。啊，可惜我没看到。怎么没击飞？什么击飞？我男技能放的有点随意，随意的，停，是吧 ？W， 完了，点燃剑气，拉回来再 A 的。我男，你 Q 不能乱放啊，你一放就没有防守技能了。你真敢 Q 啊！其他人都上面，阿顿大招三刀 Q， 走吧。存在立功，要我帮忙吗？突然我好像不是很空，可以可以。我就知道你们能打过啊！不用交闪。歪了技能，不然不会杀得这么费劲儿，链子没打中呢。没事，这个还炸不死我。小月来了，亚索也来了，
我的发，你们这什么配合？我丢刷新吧。Q 好像是中了吧，女警迅捷步伐加那个蓝切，他移速太快了 ，A 一下人移速会飙得很快啊，要打他要注意一下。我操，那边都被越塔了。也算蹲到人了吧，只是跟我想的那个人有点不一样。我本来以为会是火男的。你的死亡。我是怎么撞墙了？撞墙这不杀完了呀，这亚索还挺肥的。不撞墙这不怎么操作了，关键性撞墙啊！这是。这也是 K 头，我只是 A 了一下，我没 K 呀。亚索在后面吧。哎，我好像看到亚索 Q 了一下，好大！啊，把亚索给击飞了。你还真敢来啊！啊！上车。这个车我怎么记得之前我会开呢？怎么开来着？
哎呀，山还挺高的，光辉。